是我们的新家呢，漂不漂亮？大声一点，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呀、yeah, ，好棒啊！哇 ，Papi，Papi，Papi， 今天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哇！哎、欸。我怎么去打球？这么热的时候，是谁？是谁回来了？大声一点！哎呦，大姐回来了！哎呦，汗哦！哇 ，Daddy 都是汗哎，全身都是汗。所以呢，我们用这个倍速帮 Daddy 擦汗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擦汗擦汗。哦，倍速很会擦汗哦，不是很会擦汗。会擦汗，对，会吸汗哦。他很会吸汗，不是他很会擦汗，对。哦。哦。你帮我擦，妈咪帮我擦了。对。妈咪是最爱我。Daddy 最爱妈咪，对不对？对。跟蕊都不太一样。OK， 那 Papi 最爱谁？爱妈咪。你啊，最爱妈咪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对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贝叔龙。哇，好厉害呀！你好会哦。哎，泡泡，我有蛋糕啊！怎么有蛋糕？想不想吃？要吃蛋糕的时间到了。对，泡泡想不想吃？要不要吃？好，要不要吃？吃一口好不好？大声一点。说好，好，哇，平常妈咪教得很好，都吃得很干净，可是我们今天要脏一点，就这样子。哇，吃得很脏，就这样子啊。哦，没关系，因为要擦嘛，就只好弄脏的。我们要擦一下哦。擦一下，对对对，这时候要擦一下。可以擦女儿的脸，要用很软，很软，很舒服的，而且呢，它是三层保护，对不对？很符合。那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个倍速龙它很厉害，就三层，然后就够了，不用再一直抽取。你看，我们要用一点点水，会吸水，是不是？会吸水，只要用一点水这样擦。怎么会有擦跟台面上这样子的？一擦就干净了，代替湿纸巾，是不是？是。哇，干哦！哎，要不要去拿？帮我拿一个你的蛋糕，好不好？帮我拿一个，就用手来拿一个，拿一个。哦，这样子。哦，他比你好厉害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太好，代替是超人，我可以用倍速龙。哇，他很会吸水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那你吓到你是不是？没关系，用你练的倍速龙，不会吸水，你看。哇，好了，好干净哦，好干净，那应该要没有那么多水的那个。太厉害了，哎、哇，你看好干净哦，倍速龙真的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看哇，你看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再丢进去，看看，耶！你们给大女生好棒哦，有没有？拍拍手。他说什么？这好棒哦。耶、yeah. ！OK， 你要继续吃蛋糕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吧，你要继续吃是不是？继续。好，哦，你看，你看爹地爸爸在做什么？按摩，按摩妈咪，因为在家里有人洗饭，嗯哼，哦，洗饭，那还是蔬菜，蔬菜， okay. 然后扫地，对，整理家里，然后按摩，按摩，好，那个人都是我。你好幸福，妈咪好幸福，妈咪好幸福。对，你看Daddy在跟妈咪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按摩。对，按摩。好幸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告，对我们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，三层最贴心，最贴心。只给，你要看我，你看妈咪怎么样？只给最关心。